The head is hot pot. Tail is buffet. Summing bird. 住在美国小镇子上，每一次要去吃一顿火锅，我们都要开很远的车。看见没有，蝴蝶？走吧。好热啊！ I was trying to do this and it burned my ear. 很久没有给大家拍横视频了，有没有觉得我瘦了很多？今天是周末，不知道要不要排队。你要什么酱吗，星星？还是这边？今天就只吃火锅。就只吃火锅，不吃烧烤了，是不是？不吃烤肉啦？你呢？要不要吃？这边音乐好大声啊！可以解忧，我有美食。我这么努力瘦下来，就是为了吃得更爽。开开，你小心一点，需要帮忙吗？小心烫，你要我帮忙吗？还是你自己来？哇，好爽啊！吃顿火锅，星星在玩烟。Babe, you like it? 有点吃不下了，因为感觉有点油，平时吃的比较清淡。试一下啊，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，对，试一下，不是吃这个，是吃这个肉，吃这个，对对对。你不蘸酱吗？好吃吗？你们这两个人来吃自助，就是吃这个方便面的，吃的真爽。星星，你还要吗？哎呀，看着他们两个吃的很开心，我就很开心。走了走了，开开和爸爸都出去了。太撑了是不是？太热了，受不了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我们把家门口的花坛修一修，不去买菜了。我们明天等开开心上学了再去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加个油。啊，多少钱？$47.20，满满一箱。乡下回家的路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要把花坛修好，已经修了两个星期，到现在还没有修好。趁着今天开心爸休息在家，我们就修好吧。现在外面还是有点热，等一会儿没那么热的时候，我们再去修花坛吧。如果你没有时间弄，就别弄了。开心爸辅导作业也有点上头了，今天已经晚上7点多了，来不及修花坛了，可能只能浇浇水了。到现在数学还没有写呢。这个草还能绿回来吗？啊，别人家门口都绿绿的，我们就几个月没有在国内待着，就全给变黄了。现在外面已经快8点了，但是还是很热。爸爸修不了花坛了，你们今天也玩不了了，太晚了。一会儿就要洗澡睡觉，明天要上学了。想完我要吃着爸爸。你们上学一定要带snacks 吗？家里一点零食都没有了。你别躺在个路中间啊啊！还有这个，不都是零食吗？你看一下，早点睡觉啊，马上洗澡了，知道吗？哎，跟大家说再见。再见。